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的第13章啊！希望我能够以这个困难模式一直撑到最后。我相信我在第十三章一定会死得非常非常的惨啊！哎呀，你好你好，这应该全部都是守护者会冲出来的吧？下面那边哦，下面那边也打起来啊！看起来这真的好像是要世界末日一样，我这边掉去应该会摔死吧。好，走。哦，他来了，他要来了。哎，这边掉去应该都是会摔死的，那我要怎么打他？打！这守护者最麻烦。好，很好很好。哎，为什么他打我？等，为什么我来了之后他们一起打我？等一下，这什么状况？为什么我来他们是一起打我的？在搞什么？惨了！他也来？他是把下面这个守护者给解决掉啊？他这么厉害？他这么厉害的？不是吧？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是哦，看看他怎么打的。哦，他比我神勇多了，我完全无法冲进他的防护罩里面，他还可以冲进去的。这啊！我的天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好，好的，这是等于是三方大混战的意思啊。操，弄成这样子啊！最后这世界末日真的，好样的，好样的。我都躲着来了。一个不小心就要摔死的感觉，前面那是什么？哦，两个那个守护者，哎呀，好，然后前面那边的话，就看他们跟他们对决。为什么你们不打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打起来？哦，他果然还是被干掉的嘛。然后就去打他了，哦，追！啊，天啊，好凶狠，好凶狠，好凶狠！他冲过来，他冲回去了，他又来了。不行了，靠他太近，他一定会用剑攻击我的。哦，还好两级就解决掉他了。看来这一路上大概就是我一个人会一直往前冲啊，博士什么的大概都不会跟进了吧？哇，这里居然没有守护者！好，呵，这里地形为什么会跟着我？我靠近，然后它就会跟着改变呢？为什么？好，看他们两个对战。哈哈哈！惨了，他被弄死啊！他只帮我打到他一下而已啊！哦，那一下就很够了。好吧。哈哈。我怎么觉得我在从这里开始，我就突然之间变得很那个了，很保守了呢？的确，这些东西都好的。因为这个困难模式破完之后，它会再解锁一个更难的模式啊！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继续玩下去哦。不过如果继续玩下去的话，这些装置什么都会再收集一次。
不是在收集一次啊，就是会保留上一次的内容吧，应该是啦。然后就应该可以收集完毕这样。哦，这个会吸收我的，这个会把我吸掉了。可是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这个视角你又不让我看前面的路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该往哪里走？这个把他打死，这个我觉得我不要管他了。你们哥俩好，你们为什么？这帮我把他打死吧，哈哈，休想要开防护罩。好，传，可以打他，很好。哦，看他们表演好了，哦，他们表演结束了。打！哎呦，一击毙命，太好了！现在我的血量好像也是会被随时被一击毙命，哈。天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是间歇性的是吗？好像间歇性的，快过吧。我看我现在这个状况，随便被他吸到一下就死了吧。前面还有守护者，不是吧？先打，跳。哎呦，危险！啊，不！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刚刚动作怎么那么慢的？哈，这旁边的空隙这么大，我直接走过来就好了。啊，救命啊！哎呀，还好我现在还算大只，看来还是得往下面走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两个都放冲击波，先打他。不打，很好，打不到，给我补血。给我补血，前面又有一场好戏可以看了吗？好像没有。好吧，我觉得我随便被他摸到一下我就会死了。他不敢打我了，看我太大只了，不敢打我了。好，到这里啊。Oh my god！ 天哪、啊！好的吗？我应该会摔下去会摔死的。那就好，我真的摔死了。果然证实了，我会摔死。这个我们需要有实验的精神嘛？刚刚确实啊，我会摔死的。死吧！踩死他，用踩就可以把他踩死啊！太凶狠了吧！哦，好大只啊！这个大概也是可以打一拳把他打死吧。
不行不行。啊，天啊！踩死他，两个。我是要打后面那一个啊，但是他都会自动把我锁定到我不想要锁定的那一个，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撞死他！踩死他，撞死他！哦，烦呢、欸！这个撞他，撞！哦。哎、欸，我不能，真的不能打他第二次、欸，哎，真的，真的不能打他第二次啊！在简单模式下可以打他第二次的样子、啊，在之前我重玩那个简单模式的时候，在这里好像真的只能打到他一次，然后他就会发射他那个防护罩。撞！撞！这两只就麻烦了。啊哦！好吧，至少我撞到一个，他要过来，去死！撞死他！哦，一次帮我补充到这么多、啊，哇哦，又来，哎，我现在攻击剂量表增加了，打打打，好吧，还是不能一拳把他打死，还退啊。好会退啊！这么会闪，哦好，看来是要跳过来。不，不，撞他，他掉下去，这里会掉下去吧？我说我的地板感觉好像地板会掉下去的样子，不过好像又好像没有啊。哇！三只，哦天啊，这三只太狠了。虽然我的体型这么大，也很狠啊。救命啊！救命！我完全来不及反应，他就这么帅气的，他就这么帅气的给我来了一个冲击波。现在知道在这边跟他大眼瞪小眼了。我要是动一下，他就要撞不到，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那就好，不小心碰到他也会死掉的。好，撞到他，终于，我进步了，我进步了，打到他一次了，打到他第二次，第三次，
跑！再一次，还没死。不，搞定！哈哈哈！啊，好恐怖啊！我记得这个不是有好多只的吗？好吧，这个地会滑的，怎么又出现了？你们不是应该是仇人吗？怎么全部都针对我来了？别这样，别这样，你们是仇人的才对。天哪！看他们表演。你们快打！你们快打！啊哦，好吧，我想太多了。打到！哎，他攻击速度这么快的，哇！我怎么从这边开始打？我看看我如果逮到机会，我能不能给他连击啊？他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实在太快了，真的，真的，真的。哦，可以打到他两拳，两拳也不错了。哦，三拳，很好，很好。我们状况有在越变越好。他都自动帮我去锁定那些不重要的那攻击啊！这到底怎么打？就是轰他，因为轰一次他就死啊！哈哈，踩死他！哦，哇，啊！救命啊！救命啊！大意不得啊！哎呀呀呀呀！大意不得，完全大意不得！哪吒，打！这里十三张有没有十三之一、十三之二这样子的？踩踩踩！哦，要跳。咦？哦，我现在全满了，所以就他不让我吸了。咦？又可以啊？为什么？诶？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变得这么帅气！哇、哦！还看什么头发？还看什么头发？天啊！我又打这里啊！他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天啊！那个小守护者打我的，他什么时候变成小守护者了？打我也不容小觑啊！诶？快跑！好危险啊！太危险了，这个轰死他！他居然没死，他没死我就要死了！哎，怎么还有一只？天啊！可以了，
我的日常时能量全部用光光啊。Now we know what great danger in that cave painting meant. Yes, this may indeed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has already begun. Can we stop it? That giant orb seems to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disturbance. Take it out. Maybe everything will return to normal. Giant orb. Got it. Knack! Good luck. Not to worry, Doctor. As you always say, I'm your greatest creation. 我当然知道啦，是三只二巨型那个巨大遗迹。好，我们这一集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回再见，各位，拜拜。